我爸又给我批了点钱。你爸又给你批钱了？又给我批点钱。批多少钱？不多啊，不多啊，十个亿，一张的。你呀，就都烧给你，我告诉你，冥币也是怎么着的？十个亿，十个亿往你这投啊？对啊。那您行了，您干什么买卖不行啊？干什么买卖啊？现在正愁这事儿呢。怎么了？十个亿到手还没捂热乎呢，没了。那让您给造了，您就给。我上哪儿造去了？我到手没了吗？我借给别人了。你把这十个亿借出去了？全借着，刚拿到手，人说借都借走了。借谁了呢？这人你还认识啊？不是别人啊。啊，黄奕。哎。哎呦。谁叫我名字呢？哎呦。哎，是你吧 ？Hello。我的天。Hello。你看看。你们好。姐，您可来了，姐。你是谁呀？我是麒麟啊，你看。麒麟哦，麒麟，对对对，是谁呀？当时他借钱真不这样了，是吧？故意装糊涂。郭麒麟啊，姐。哎呀，我弟呀、啊，你咋笑成这样？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。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账你的钱啊，都这里进去那里出来，别人还欠着我的钱呢，外账，懂吗？哦，您把这钱又借出去了。这世界很酷。